最喜班头啊，班头，嘿，这个我先买起来 ，OK， 很紧，怎么以为也搞不清楚的。洗一洗，我们等下要来清蒸。少许的盐巴，葱段捞起来，因为它葱段会变得黑黑的，我就切把剩下的这些葱切很切斜的。会变得看起来吃相会比较好看。然后放我的秘密武器，蚝油。外面在餐厅吃的好像也是这样。
新鲜的葱。安尼是不是比较水？嗯，新鲜的葱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我的葱都切小，食用的小。